糟糕，我的地图上的叉叉就只剩下一个了呢，不就代表要我直接去打水上竞技场吗？没错，接下来就是人马环节了。人马什么的也不是没打过了，白银的人马的脚位也是有几个啊，可以一次过吧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的这个璀璨料理都有多少，怕什么？完了，我是不是又在立 flag 了？围殴的压力不大吧？没有错，你看啊，这么多只，顶多死掉重来，没有错，担心什么？大不了就再来一次，是不是？不需要怕，不需要怕，现在的我也是不得了的厉害了，应该啦，打不过没有关系啊，也是有其他的逃课方式啊。但不行，我身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实况主啊，我可不能耍那些小花招，是不？一般的方式要正面去鸣击他，是不？你好像有点怕怕的感觉呢。没有，才没有这回事。我只是要开打前有点紧张啊。不是啊，竞技场在这里，为什么这边有一只人马？啊，这家是什么颜色？哦，一般莱尼尔是吗？我们需要先拍一个图鉴。攻击！这样也能歪？歪！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！啊，拿起盾！哎，盾破了！没关系啊，要盾武什么的我有啊，我有很多盾。来来来来，要攻击我是不是？来啊！啊，抱歉，失败。失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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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灵魂太多了啦，看不到啦。可以可以，有了，终于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我没有举盾。好，这边是。哇，你怎么会瞬移？有啦。我觉得人马很适合练那个呢。练那个零刻时间，不行，球你做的真好，伟刀个屁呀、啊！我想打最后一刀、欸，谢谢球你，我们感谢球你帮我们完成最后一刀，球你剪尾刀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好啦，我们要来打这个很恐怖的传说中的水上竞技场啦、啊，要不要换个衣服？要，防御力高起来哦，就不用害怕了。好啦，来吧，传说中的人马来啦！第一只是谁呢？哎呀，这个不就是刚刚打的那一只吗？哎呦，丘里你怎么射得这么准啊？哎呀，一开始就可以上他的背，来去往他的背上敲敲敲敲敲敲敲。哇，我的盾啊！哎呀，我的天，我不是要跟盾反吗？我是不是越来越不会抓时机啊？你怎么没打到？没打到呢。有了吧啊，虽然你，我觉得你的血好像都不是我靠的，但没关系。没有哈，打不到。还是没打到。我第一次就打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后面还能整。我不是躲掉了吗？还是没打到？为什么我总是躲不掉？但是没有被打到了，没错了。看他的血量啊，越来越少了。这个不是我打的，重点是这才第一只。这个不能躲吗？一定要用盾反吗？好了。哎呀，秋丽，你吃的真好，谢谢。Yes， 第一只打完了，第一只。打了这么久哦，蓝色的出来啦！莱尼尔的盾，是不是？Yes， 哪时候会去打加农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呢，时机到了就会去了吧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没关系啊，被打他才扣一格血。不对，我是被他的旗子给打到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刚受伤？哎呀！哎呦，我居然这个躲成功了！我贼，躲错边了啦！有啦，快坏了！没关系，打坏他！有啦，
大师之剑是八式没有加鱼料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按到的？抱歉，这身是白的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快跑！应该是不会吧？我知道你有这一招啊！哎呀，这个盾反时机我还是记得的。我走错时间了。我觉得我的时机好像越抓越准啦、好像可以啊。你怎么没打到我？你怎么撞墙壁？为什么不用烟雾菇呢？没事，要正面的面对它，可以的。啊，你看那些灵魂真好啊，都不会被这个火给烫伤啊。我的盾坏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是不会啦。没事没事啊，我们要笑得很夸张。我到现在料理都还没吃呢。突击！他准备吐火的时候，秋丽就给他射一箭，斩！啊，真正的武者是啊，敌不动我不动啊，你动了啊，我再躲掉你，是不是可以了啦？收箭！哎呦！打赢啦！哎呦，又是一只白鹰啊！好痛啊！哎呀，已经没得怕啦！没，这才白鹰的而已嘛！Yes， 现在是可以存档吗？不需要啦，正面迎击存什么档？不需要。我好像该存档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的血量还有，还可以，还撑得住。哎呀，没挡掉。他是不是刚刚踩我？人马表示在说大话啊。对不起。我不能说大话了，料理吃起来，哎呀，太紧张了啊！我们要在人马面前好好吃好吃的料理啊！这个人马很可怜啊，他都没有吃过这个所谓的灿烂煎蛋卷，吃给他看，让他在那边笑想一下，一定是节目效果。这不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来再吃个这个野饭团，他都没有吃过野饭团，可怜。哎呦，哈哈，有。我怎么躲掉的？计划头啊，是没有办法射到他的火。我射到了！哎呀，这次不是秋丽射，是我射的。我的天！时机错了啦！完了啦，越来越紧张。我打到了！原来呀，他的血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半啦。哎呀，现在盾反的技能也是很厉害啦！有了！现在才一半，没事，有！我现在越抓越准了，完了，回旋镖要坏了，没有关系。对，他动不动就先停下来。他一定是感受到我的霸气，对不对？虽然可能不是霸气，是霸气。他说我刚刚的料理不是应该会很多吗？我这么大意，我不是到他范围外了吗？不行，吃料理。我的天！我怎么躲掉的？扣血就是为了要那个嘛，为了要刚刚好，我的血量可以啊，我不多不少，让饭剩的刚刚好啊。我的盾坏了 ，yes， 打赢了！我靠，他那个铁球有点大颗、啊。我瞧，他有矿石，可以，最后一只了，太好了，很好啊，要破盾啦、需要，没有问题的，可以，
传统的方式也是可以过的。要看料理够不够了，可以，绝对够 ，yes， 破盾了吧？哎呀，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！我的，哎呦，我的天，我的，哎呀，盾破了！王族之盾，虽然两面盾其实没有用啦，只是我没有把它拆开来而已。我是没有想到今天会打人马啦。哎呦，秋令，你这个射的时机真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拿弓没有办法拿盾啊。我的哎呀，好痛啊！我的天，分开来用啊！没事没事，我可是要进入子弹时间的，可以。连续要进去了，拿弓射眼睛吗？不需要，加油！你们几个灵魂啊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是不是？你这时候就是该你们伤的时间啊！你们被打了是不会痛的，啊！你们只是个灵魂，伤啊！多打点。啊，我的 A， 好像我会受伤啊！我靠，好痛啊！没关系，我的料理很多多。哎，不对耶，我的料理快吃完了哎！我可以断了。啊，我的 A 腿又坏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很多盾，我的盾在房间里面也有，但是那些新的盾我舍不得用。哎，好痛啊！哎，我的天，又打坏一个！哎，这个盾也快坏了。我知道快坏了，但你不用实际把它打碎好吗？不用证明给我看好吗？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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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深一点啦，没有错。有有有，加油加油，没问题。希望最后一集是我自己打到啊！有没有有没有机会？给我结束你的生命！有没有 ？Yes yes yes！终于，有啦！你竟然能够打赢，是不是想不到吧？哈，说好的出意外呢？是不是我就说我有备而来嘛？担心些什么？没有到担心的啦。Yes， 摩吉拉的面具，耶，赞啦！